对谁的答案有兴趣，你们就点谁，好不好？你们一个人只能点一个哦。那个三十是什么意思？他有跟差三十岁的吗？哎，你那是写差几岁啊？你不要吓我们。哦，对呀、啊。麦克风，要写差几岁，不是跟几岁的，差三十，你要继承人家遗产的。这媲美郭董啊。你们待会四位啊，三十其实还好，四位熟男熟女，等一下你选一个你好奇的对象来问，好不好？对，一人只能选一个。OK OK， 从张本煜开始来，你选谁？嗯 ，Cherry。Cherry， 请说明你的答案。十七什么意思？就是差十七岁啊。OK， 讲一下这个 story。我的妈呀，那等于三十六岁啊！哇塞，哦，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我是刚十八岁的时候，去年的事情。对 ，Oh my god， 他三十五岁，怎么弄的？不是怎么开始的？我说这感情怎么发生的？没有，就是工作的时候认识的。工作的时候认识的，那时候在哪一个工作？就打工的时候认识的。Okay. 他只是来就是客人，对，喝咖啡的时候。OK， 他是单身吗？对，他是单身，常常来，然后就觉得，哎，就是在可能点饮料的时候，过程中会聊天，然后就觉得还蛮合的。嗯，好，张吉辉，你对谁的答案好奇？哇，我看到了一个还蛮好笑的，那个大乔的，什么叫差一点被吃啊？你来什么四岁？讲清楚，是他大你四岁，对，大我四岁，然后差点被吃什么意思？就。我那时候也是说刚满十八岁的时候，然后啊，十八岁以后晚上就夜间可能会到处跑嘛，啊，就刚好在认识。什么叫夜间到处跑？你是快递啊？就晚上的店，送麦当劳的啦。晚上去的店，就只有年满十八岁可以去的店。OK， 好。他就认识了一位大我四岁的女生，后来他对我很好，一直对我很好。送，他会送我钱包啊、手表啊，直到有一天，大概其实也没有很久，大概两个多礼拜，直到有一天他问说：“你每天这样子骑车啊，会不会很累？”我说：“还好。”那你需不需要一台车？然后我知道这句话，我才有惊觉说：“哎，会不会有危险？”然后就断，我就跑了。什么危险？什么危险啊？怕会被吃掉啊！哦，不是，我很好奇，因为你人总迟早会被吃嘛，那你不如吃一个，就是你也觉得 OK 的啊，你都跟他两三个礼拜，你喜欢他吗？因为其实我本身蛮喜欢成熟的人。对呀、啊，那你迟早要被吃的 啊，你为什么不就吃？你在抗拒，我刚成年很多事情不懂啊，我现在觉得那总是要懂的啊，总是有个开始啊，所以现在觉得后悔啊。志明老师，你对谁的答案好奇？其实刚刚在之前，我也是对这个大乔比较有兴趣。Okay. 我想说他是怎么样被吃的，是用蒸的还是煮的？难道他要告诉你哪一种吃法吗？对，是中餐还是西餐？所以呀， yeah, 所以他已经被问过了。哎，那你问一个。Yeah. 你帮我们选一个嘛，帮我们前面三个选一个嘛。你想知道谁的嘛？哦、oh, ，OK， 好好好。那是哎，什么叫短短？什么叫喜欢？然后上面有很多，你喜欢跟熟男？我喜欢就是年纪大我很多的人。哦、oh, okay. ，你的记录里面有这样的人吗？这四岁而已，还好啊，那还好。而且男生四岁通常可能比你幼稚。对，因为男生对，You got the point， 有可能。我的就是小小说交往过超过八岁的、啊。对，八岁刚好八岁。哇塞，那高度超高你八公分这样子？没有哎、欸，就也不是很高的男生，像焦哥这样子。就差不多也是大概一百七出，有一百七哦。对，哦，我还真没有一百七，没有，对，大你八岁。我觉得交往的话，我的底线就是最少也要大我四岁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底线、啊？因为其实你真的同年纪的男生，他的心智是很幼稚的。不一定啊。可是我遇到的哎，很棒，他这画出来，我写真集大概又少卖两千本，还不错哈，蛮会得罪人的哈，得罪了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小的。来，我们重新 Q 一下。再来，你交往有底线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认知很大。那你觉得年轻的男生跟你同龄，你或者比你小的男生，你的感觉是？都我交过，好，交往过。卖翻了，卖了，卖了，废物啊！他刚刚直接改成没有，我认知很大、啊，蛮乖的，蛮乖的，孺子可教也、啊、可爱、哦，孺子可教也。你改名不要叫小小，你改名叫做五斗米，好不好？为了五斗米折腰。好啊，来本鱼啊，我选过啦 啊对，我好奇嘉恩，因为大家几乎都 OK 哎、欸，只有他是不 OK 的、欸，全场只有他是不 OK 的、欸，为什么？不喜欢跟谁？不喜欢跟熟男交往？年纪不要差太多啦。什么叫多？
可能十岁就觉得有点大了。超过十岁就不好了。对。哎，那几岁最恰当啊？大概五六岁吧。你自己的记录嘞？没有，都是跟年纪差不多的男生交往。同届的？对。或大一届的学长这一类的，是吧？对。这边现场，你们认为有没有人曾经跟人夫交往过？不但是成熟，还是外遇，还不止成熟哦，他是标准的小三。谁啊？谁？小三他去找到了老王。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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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可，请举手。真的还假的？请说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自己才十九岁，他大你几岁？他大我，就是。十二岁，就是你写的这个答案。Okay. 对啊，对啊。啊、这个大你十二岁的，才三十一岁左右，才三十一，他已经是人夫了。嗯嗯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两年前。OK。Oh my God。那你知道他已经已婚？还没十八哎。他跟你在一起追你的时候有说吗？他没有追我哎，其实。那你追他有说知道吗？就是、他是我姐姐公司的老板，然后就姐姐公司的老板。OK。就是因为我会去找他们，然后认识，然后就我只是偷偷喜欢他。对。你是暗恋，但后来有表白。后面他发现的，对。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在一起很久，因为就两对方都知道有喜欢，但是不可能啊，太辛苦，所以还是赶快。你自己也才十七岁，当时你也才十七岁，你是喜欢他什么啊？就你那么喜欢他，主动。因为我那时候看到相处，就觉得，哎，他对他的朋友很关心，对他家人很关心，谈吐、气质的，嗯，旁边人都很关心，然后做事处事很成熟，然后我就很欣赏他。可能不知道定夫情节吗？因为我是单亲。你那时候会不会感叹说，好男人都结婚了？有，嗯。我很羡慕他老婆了。当时你们交流的时间多长？有半年一年吗？有啊，有半年多。那这事情他老婆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哦，哇，Oh my God，好嗨！相处到后面才发现的。哇，好嗨哦，这个。可是你这样一讲出来，会不会他就知道了？应该不会晓得吧？应该不会哈，不要被打扰了。对。可是你刚讲是你姐姐他们公司的老板，他觉得。没有，因为大家不知道他姐姐是谁，可是他姐姐知道，他姐姐同事也知道，哦，所以他姐姐之前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吧？我姐姐知道啊，但是就是因为我家人旁边人都觉得我很不清醒，就那时候陷很深，终于醒了就好，对，后面醒了。有一个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娟娟十岁的，你这个差十岁，基本上他大你十岁，而且真的有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在一起五个月，然后是我高三的时候，然后他是 dance， 他是教跳舞的。Okay. 然后那我就上他的课。哎，跟这么大的一个男生交往的好处是什么？你觉得是有什么优点？跟同年龄比，他会像爸爸一样，然后讲一些道理给你听。对。哎，志平啊，你当初会不会讲道理给那个小朋友听？我从来不讲道理给人家听。哦，他都不讲道理，给我出来！都不讲道理。好 man 哦，好 man， 好 man 哦，好 man 哦。他长得像什么样的男生？像国伦老师那样。我的三口组啊，真的，阿燕，我跟你讲，齐慧的眼光真的，我真的跟奶昔一样，齐慧，哎哎是，我们不。